此眼前美景，千金难买，却无红袖添香，此生遗憾。你如何打架？来试试。你半分武功都不会，如何与我联手？我用脑子不就好了吗？我用智慧，你用武，取长补短，甚是相配。你站那么远干嘛呀？你接着我点啊！家有悍妇，得人尽皆知啊！你俩真是够了！哎，我一片真心，日久可见。公子这身长服已经旧了。打包吧，算就算了。横竖也是那味儿。云台之人不得动心动情，你破戒了。止于物，困于情，皆是云台的大忌。以小恶除大恶，就是你们云台的正义。这世间情字，偶有坚如磐石，多的如浮云一般。难道真让人把心夺了去？我帮你夺回来更好。你不许动他。这世间可有真心真情？你是我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。你我心中所愿皆是背道而驰。但是世间万象，光怪陆离。这世间最珍贵的，莫过于情义二字。我们重新来过，好不好？如果那一日我们在白居镇没有相识，此时此刻，我们会在哪里？